要求各位随机选择一件大褂，大褂颜色相同即为一对，最后将有一位落单。您小心抬轿。得嘞，选吧。选颜色。你选着这就是搭档。黑的是单奔的，我来一灰的吧。来灰的，这色儿还挺适合我的。我来这个红的，我也穿不了。选上你就穿上，现在就穿。然后我穿走，人再挑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呀、啊，系好了以后到对面去。行，我来这屋了，是吧？哟，大爷。哎，这屋是什么门道？来了，大爷，来坐坐坐，找这坐，找这坐。这屋都有谁啊？目前就您自己啊。这不用挑座吧？这个，您看着坐。老弟，您觉得这块谁会选黑的呢？我希望孟鹤堂，我跟孟鹤堂演过，所以互相能适应吧。这几位谁先上去就您说了算，跟吃面没关系。有关系啊，有关系啊。行了，酒零可以不用吃了，就算吃完了啊。谢谢师傅，快走，得嘞，拜拜诸位，再不走又给你盛一碗。不，这屋还有面吗？您预测一下。哟呵，大爷，哎，爷们儿，选吧，选一个大罐。哎，好嘞，就随便选吧。大爷，我挑一个黑的吧。挑一黑的，因为这跟我这肤色就挺配的。还是你有眼光。记好了以后到对面去。哎，好嘞，行。哟，狼哥，狼哥呢？我就坐这儿。哎，您随便。你挑的是黑的。对，黑的是独一份那个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我能重新挑一回吗？我白这么早上来了。你就是那单口了，您倒给我宽宽心啊，哥。哎，你是干嘛来了？我来捣乱。哟呵，哎，来选吧，选一大罐就代表选搭档。那我就短平快，也没有什么可悬念的，我就他呗。哎，漂亮，但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前面那俩他不喜欢。这个明显被挑走了，这肯定罗安平挑走了，对不对？就怕碰上爱徒，儿徒就怕碰见爱徒，知道吗？主要是台上容易打死对方啊，你是相爱相杀，你知道？怎么样，精彩不精彩？哟，我算他算的一门灵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哎，我挑的是灰的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绝对是嫌我这个热度不够。我最怕和他搭档，他自己挑走了，多好啊！真的，为什么你这么不愿跟我演？你说话聊天啊，说话没包啊？不是，你乐意跟张伦搭档吗？张鹤伦啊，张伦是谁啊？啊，张伦是谁？就张鹤伦，我也得犹豫犹豫。啊，我觉得不一定按颜色走。不是，就是啊，你是不是你黑的？是不是一个那屋？没黑的呀。啊、你看得，他这铁定了。对，没黑的呀。选大褂。对。那我哪知道哪个大褂是？人名可以提吗？没有，没有人名，没有人名，就是要有这悬念嘛。弄得我紧张兮兮，我要选着我自己的大褂，不会自己一场吧？我是怕这个。你不用管谁的大褂，你就选颜色就行，是吧？嗯。您就选个大褂走就行了。我怕呀，我怕老选着自己。怎么能有自己呢？哎呀，真墨迹。你到时候跟谁穿的一样，你就跟谁一场。哦，中文谁选他，我俩就一场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选择恐惧症。哎呀，就这脑子还说相声呢还。哦，那证明我选他，他俩就一场了。我选他，谁选他就一场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就保不齐哦，我得往这边选。啊，这有可能是选到栾哥，西装的是饼啊，饼哥呀。也不是哈、啊，他都选一件大褂了，我选一蓝的吧。恐惧症。还真看上这西装了，我刚脱下的。你刚脱下的，是不是有毛病？我是饼哥穿一西装啊。哎呀，我选一蓝的吧。
那等于说前面那几个是肯定是不想跟他搭档了。主要是我觉得前面那仨呀不好。想跟谁搭档？告诉我。小猫，我想找一捧哏的吧。想不想让小梁？九梁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啊，那我一会儿告诉小梁，咱们选这个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红包十块吧。十块？嗯，脱下。对，十五，二是一百，可以，一百啊，一百块钱。哦，哟，你看看，哎，四个人四个色，咱现在谁跟谁都没碰着。对，咱四个四个色吗？哥，那您说下一个进来，是不是就能凑对了？我们应该把这大褂现在先脱了，哎，然后就搭到后边。对，然后呢，让他进来，在我们这儿再给他们来一小悬念。哎，也行，也行。然后对面一看，哎，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什么啥，这个，就这个，哎，弄点悬念带，就说这个被选走了。我太聪明了，把我这脱了就挂了。太棒了，大爷，您怎么那么综艺呢？现在，刚才谁那么磨呀？贺伦太磨叽了啊！我就在下班等半天，我说选吧。哦，我琢磨琢磨，这个谁会选呢？谁会这么大这气场能穿了这个衣服？我呀，你看这几个人我都比较了解。那你选什么呀？我选这个，行吧？就选这个了啊！啊，定了啊！定了。到那屋你一看，你就知道谁跟你一场了吗？大家伙也就明白了吗？悔不该，怨门来访。这屋还有一方呢。哎，看看后边的颜色是我们带过来的。哎，你猜猜你跟谁一场？这件是谁的吧？你猜这个谁的？也就栾哥喜欢灰的。咱俩一块儿。这咱俩一块儿了。这，哎，我刚才说做医院跟小妹儿，然后就中了。哎，你别坐那么远，好像我们排外似的。单口怎么了？往里边坐。这衣服一摆这儿，我已经出来了，我已经出局了。你稍微往这边来来，不还有别人的吗？选吧。这是谁这么膨胀啊？这谁？这就剩一身了？这已经选好了，选走了。去的那几个人有没有你想搭档的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可以告诉你他穿的是什么颜色。他想跟你找一个凉活的呀。对。但是周老师在后边肯定是碰不见了。你想跟周九良是吗？对。那你就选绿色吧。为什么选绿色的是周九良啊？一百块钱哥告诉你。哥你可信吗？可信。钱不白花。钱不白花，兄弟。那个节目组啊，我欠宇哥100块钱，下午就肯定给宇哥转。我得告诉你，为什么让你选绿的？哦，因为啊，哥藏了一件绿的。一会儿我让九良选这个，对你好不好？哥。行了，拿走吧。谢谢哥。哎呦，他这单独一个，他这没有悬念，他这个。哥，哎，把这脱了，哥那儿。我先脱了。对，先藏着，先藏着。他想跟九良，伦你也想选九良是吧？我就想选一捧哏的。现在你跟九溪都想选九良，你们俩 battle 一下。就不用 battle， 我这人比较衰，他要真想选的话，九良给他，大南给我一个。玩呢，咱这哈。对，我说你玩呢你。他这帮你呢，你怎么不知道好赖人啊你？不是他不要把九良给他了吗？什么？他说给谁就给谁呀、啊？我可以帮他，我可以迷惑他，让他选你吗？完了，没戏了，罗叔，完了！你怎么不认好赖人儿啊？你，岳哥其实是能操控这个游戏的。来，是这样，兄弟，我替大爷，我不打你。在那个屋现在已经有四个人想选你，你想选谁？张鹤伦。太遗憾了，兄弟，张鹤伦选的是单之恋那个。对，或者你可以花钱。我不选，不花钱。买我100块钱不多，100块钱，
一百块钱。对，轮哥还有希望吗？有，一百块钱就有希望。我可以把张鹤伦那个大褂换过来。那行，我花一百。可以花一百，我找轮哥。行。行，花一百的话呢，就给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。他没选对，你花两百，给你去掉两个错误答案。你跑这致富来了？是的，兄弟。那我怎么办？大爷，您给我出一主意。啊，我这主意更贵。哎，算了，您歇着吧。我认。行，贺伦没选对了。四百，再给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。不四百，三百，封顶了，三百封顶了。林大哥，四百就是四百。头一番一百，第二番两百，不三百吗？不，四百，四百。怎么改四百了？您四百，你现在已经50%的胜率了啊！你四百块钱绝胜了。我听您的，大爷，花，一共四百，漂亮。拿走，这轮啊！你看，差点选错了吧？这是谁的呀？啊？这是谁的呀？八百，不问了。我是直接穿着走还是拿着就行？我一进去，他们是不是全傻了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。这样，兄弟，1000块钱，我告诉你真的答案。甭废话，穿上了，确定了。你先等会儿，什么情况，哥？哥在江湖上也好几年了，能400块钱就买了我那，到了是哪个呀，哥？这个，贺伦的，真的，真是这个啊？这贺伦的，真的。好了。拉拉手吧，你真的假的呀？是想选我吗？对呀，漂亮。